我们这里这个肋条要把它磨掉，就像这个一样。然后我们另外一边的直角，直角这里要把它磨掉，像这个一样。然后我们把电子板机的贴片贴上，在这一个位置，它的洞口距离大概一厘米的位置，把它贴上去。好，贴好了之后，我们取出第二张贴片，选中间这一个有黑线的，把它贴在我们的这个单联发调整片上面。好，然后把它组装上去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电子板机组装上去。这个部分我们有一片塑胶垫片和铁垫片，然后再把螺丝锁上。好，这个细线为了防止马达被卡住，所以我们要绕在轨道这里。这里我们用三秒胶把它点一下。我们这边要把线稍微压平一点，这样在装板机的时候才不会卡到。